嘅發佈會，我係今日發佈會嘅司儀，我嘅名字叫謝西嘉，你哋好嗎？哇，啱曬啦！其實呢啲聲音咧就唔係俾我嘅，應該係俾今日嘅主角。我諗你哋睇到呢個 background 同埋聽到呢個發佈會嘅名稱，都唔使賣關子，知道係咩事啦。可唔可以再一次借你哋嘅掌聲同埋歡呼聲，歡迎我哋今日嘅主角出場 ，Jerizy 黃君卿。在 backdrop 前面拍張相先，擺個靚 pose 先。So sexy and pretty， 亦都係我哋今日嘅主角。由2007年出道，以演員嘅身份廣為被大家認識。但係除咗做戲之外，其實佢冇放棄過自己嘅夢想。佢嘅夢想就係要成為一個跳唱歌手。今天佢美夢成真，仲可以有自己嘅音樂會，我唔講咁多，由佢自己親口話俾大家聽。多謝家姐，今日你喺度好開心啊！我都好戥你開心啊！不如你而家宣布話俾大家聽，呢一件事你完美地。在哪度？在哪一日會舉行你這個的音樂會呢？因為真的等了很多很多很多年，跟住係啦，我可以正式宣布啦，我 Jerizy 黃君卿第一個個人的演唱會將會在6月8日在麥花臣嗰度舉辦的，希望嗰日可以見到大家。Thank you。6月8日啊，我咧要同你告解少少嘢先嘅。其實咧，演員大家都認識佢啦。佢唱歌《Cassandra》，跟住尖叫，跟住《Light It Up》。我開頭咧，你知道我係做音樂節目噶嘛？咁我訪問黃君卿咧，我就以為啊，咁你嗰陣時結婚啊嘛，梗係出首《Cassandra》，有啲嬌媚嘢咁啦。但唔係喎，完咗之後咧，佢陸續有嚟，仲要睇佢啲 MV 咧。自己安排曬所有嘢，歌曲又有份自己創作，跟住我對呢個女咧就多咗一份尊敬啦。原來你唔係真係搞嬌媚嘅，你係好用心地去做一個歌手嘅。但係呢條路咧一啲都唔行啊！喂，做演員人哋安排曬你係咪？你去讀熟劇本就演出，但係今天唔同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呢個追夢嘅過程嚟到今日？都叫做圓夢，可以擁有第一個個人音樂會嘅心情係點樣？其實呢3-4年啦，即係我4年前，我勇敢地去做呢個決定咧，都係因為我老公嘅支持啦。即係佢都同我講一句：如果當初你嘅初心係音樂，咁即係你啱啱嚟到香港又冇乜錢啦，又冇 connection 啦，又乜都冇，但係你乜都願意去放低。咁點解到今時今日，你儲咗少少錢啦，你都識少少人啦，你有能力去追夢嘅時候，你唔追呢？咁嗰時我自己啱啱喺一個交叉位，就係咦，好似做演員都做咗一段時間，都辛辛苦苦儲咗好多嘢，咁而家會唔會好似會唔會重新又開始，或者大家又未必咁俾機會啊，或者點呢？但佢講一樣嘢就係。如果到你20-30年後，你再後悔，即係當初，哎呀，點解唔努力再去試多次呢？咁如果你會後悔嘅話，我寧願你真係試多次。所以就係4年前，我就自己即係問嗰時嘅公司啦，就係可唔可以自己攞啲私己錢出嚟去自己做音樂，跟住一步一步慢慢每首歌做出嚟，真係好似生仔，因為每個 MV 都係拍我一年。差不多要9個月嘅時間，懷胎10個月，跟住先至出到嚟。你呢個咧，除咗係好老公咧，仲要係你嘅人生導師喎。佢真係點醒咗你啊？佢無端端有一下好有智慧啊！咦，頭先你提到生仔喎，佢有冇催你咧咁？其實我結婚就係6年啦。
咁我結婚嘅時候，其實我同佢講，可唔可以等我兩年嘅？嚇！而家六年啦喎。所以，我因為我想生呢個小朋友先，所以我覺得今年終於可以夢想成真，我覺得真係好感恩我身邊，即係我覺得上帝係派咗好多好多天使喺我身邊，令到我唔放棄，一步一步，終於行到今日咯。同埋要多謝老公啦。咁今次演唱會嘅主題又關唔關佢事咧？今次演唱會嘅主題唔關佢事嘅。今次咧，我哋演唱會嘅主題咧就係一個 summer party。咁我知道好多觀眾朋友認識我啦，或者中意睇我都係中意睇我跳舞，而我對即係跳舞嘅嗰個熱誠亦都好大嘅，所以今次好想做一個係非常之多跳舞嘅主題俾大家。雖然我哋係麥花臣唔係紅館，但我哋今次係有七位排舞師同埋一個舞蹈總監嘅，係咪好等本呢？哇！既然呢個 highlight 係嚟自舞蹈咧，今日我哋就請勞苦功高嘅舞蹈總監 Sunny Chan 出嚟傾下偈先，有請 Sunny。Sunny 老師，哇！頭先咧聽 Jerry 君興講咧，直情係一個 party 啊！演唱會講真的我都睇唔少啦，但我真的第一次聽一個演唱會入面有七個排舞師，咁作為一個舞蹈總監，你會唔會好難 handle 啊？定係點解要搞咁多咧？唔會嘅，我其實得兩樣嘢啫，好興奮同埋好大家應該期待嘅。我講兩句啦。首先我好多謝阿 Grace 嘅信任啦。請我做個 party 舞蹈總監啊！舞蹈總監，咁我哇位高權重喎、啊，成件事啊位高權重咁，所以咧我會緊張啦、興奮啦，我都緊張啊，我都興奮啊，同你緊張好多嘢係啦，因為我做過好多演唱會，但係今次嗰、那個party 有少少唔同嘅，我哋事不宜遲啦，不如係，好嘛？因為我哋今次都有五個排舞到場啊，所以不如等大家去 feel feel 究竟。係點回事？好嘛？嗱，本來六月八號先有得睇㗎，而家你而家即刻睇啦，明白？可唔可以俾啲掌聲我哋其中五位老師？好啊，準備音樂，準備。可唔可以大聲啲啊？呢個係首新歌《Light It Up》。Yes。咁咧 ，pose 俾我哋現場嘅記者朋友影張相先。哇！搞到全場好 hot 啊！已經可以幻想得到六月八號喺麥花臣嘅場館應該都係充滿住歡呼聲啊！好正，嚟一個預演，唯獨你哋可以欣賞得到啊！暫時，名副其實係一個 summer party， 非常開心。Thank you， 非常多位朋友先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Sunny Chan，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好熱啊！梗係啦，你都令到全場升温啊！我想話咧，因為夏天就嚟到啦嘛。其實如果大家嚟睇我嘅演唱會咧，每一首嘅跳舞歌，你都會起身喐幾下咧。我係包保，我包保你減多兩至三磅啊！哇！呢個係非常好嘅賣點啊！我哋六月八號啊，約定喺麥花臣場館一齊加入呢個 summer party 同埋減肥 party。OK， 好啦，跟住落嚟咧，真係要與眾同樂嘅。我哋請兩位 Jerry 嘅 fans 上嚟一齊玩遊戲送禮物俾佢哋啊！有請兩位 fans， 我哋先前咧係揀咗出嚟就做啲乜嘢咧 ？Oh wow！ 如果大家有留意君興嘅 social media， 佢都係好 hot 噶啦，經常擺唔同嘅 pose 噶啦。而家咧就睇到咧喺我哋台上邊咧，分別咧有佢都幾高難度嘅四個 pose 啊。咁呢個遊戲係點玩嘅咧？兩位朋友聽住咯噃，你叫咩名啊 ？Scarlett，Kyle，Kyle， 兩位朋友咧就要。在陣間 warm up 之後咧，就要扮呢四個 pose，OK？、Okay? 你邊個可以睇到一字馬出嚟啊？係啦 ，Hello， 得就好。放心，陣間君興係會示範先嘅 ，OK？ 咁咧，唔係就咁擺 pose 喎，除咗個 pose 要神似咧，佢嘅樣貌、表情、神情
最似嗰個咧先至會贏，同埋唔係 still shot 嚟嘅，唔係就咁擺完就得啦。聽住我講，轉 pose， 咁你就要轉噶喎，總共要四個 pose 做齊曬嘅。加油！清楚明白個遊戲啦嘛，係咪？咁而家我哋請君卿逐一示範，好唔好啊？好，先嚟最右邊呢一個。嗱，因為佢今日著裙啦，淨係示範上半身啦，好唔好？我今日個格拉底係有少少啦。係，我做側邊啦。係，半套哇！嗱，兩位朋友啊，卡羅，而家我見到佢咧好留心咧，就係關於眼神方面，你都要扮嘅。這個、呢個咧，非常迷人。好住好住 ，OK， 影到啦，系咪？跟住呢邊咧，呢邊又點樣呢？我覺得要留意一下佢個嘴仔啊，因為你兩位都要扮佢嘅表情嘅。OK， 最後呢、這個，哇，係著住裙啦。1、2、3，嘿！好，但你哋陣間咧可以用腳嘅話，就梗係用腳啦。OK， 嗱，兩個一齊請兩位 fans 企前少少，隔開少少。嗱，你哋任擺邊次序咧冇所謂嘅，但你要做齊四個，同埋聽我嘅指令咧，轉 pose 嗰下就要轉。咁又請下 Grace 咧幫我哋做評判咯喎，你亦都要揀個最有利位置。除咗係動作，仲要睇埋佢哋嘅表情。OK， ready， 兩個一齊開始喎。OK， one two three， 第一個 pose。哇 ，Oh my God！ 嗱，我覺得 Carlo 嘅嘴仔 OK 嘅。OK， 轉 pose， 留意呢邊，你嘅 gel 夾咧，我覺得係幫到手，係幫到手，哇！呢、這個眼神，呢、這個眼神 very very 鎮定啊！好，再轉 pose， 哇！嗱，我俾咧努力嘗試分喎，真係嘗試做喎 ，Scarlett。OK， 最後 last pose。你呢個係咁高咗，我扶住你，我扶住你，舉高啲，我俾啲掌聲俾 fans 啊，非常勇於嘗試，恭喜！哎，再托高啲，小心！哇，好開心啊，玩啊！喂，我其實我哋到時睇演唱會咧，我覺得喺屋企要伸展定我哋啲筋骨啊，係啊，要拉下筋先啦，唔好扭親，因為入到去要狂跳噶嘛。咁你覺得兩位邊個係今日嘅勝出者呢？我覺得兩個都非常之好。係，咁點啊？點啊？一定要有一個啊？係，定係打和？打和啦！OK， 打和。咁你哋得到嘅獎品咧，就可以喺台上邊咧，同 Jeracy 咧 selfie， 再加埋小禮物同埋簽名嘅海報啊！恭喜你哋，真係打和喎！但係咧，我覺得咧。既然你哋得獎咧，就應該係翻屋企咧練練更多嘅 pose 啦，就準備入場同 Jeracy 一齊跳嘅。多謝曬，好影張相先。好，非常興奮啊！使唔使我哋擺頭先啲 pose 嚟影啊？係，OK。Thank you， 咁多位攝影師 ，Thank you so much， 多謝曬，恭喜曬兩位 ，Thank you， 多謝壓啲先，壓啲先 ，OK， 壓啲 selfie 啊嚇，好啦，跟住咧就玩第二個遊戲啦，而呢個遊戲咧都係要跳舞嘅，我哋請翻咧頭先出現過嘅其中兩位排舞師上嚟幫我哋忙啦，有請嘅就係 Jeffrey 同埋。Anisha， thank you， 哇，好 hot 嘅兩個嚇，跟住有請有請，同埋咧兩位 fans 上嚟接受呢一個 dance challenge， 有請兩位 fans， hello hello hello， 歡迎曬，你叫咩名 ？Moses， Moses， Moses， 你咧你叫咩名 ？Anna。Ada and Moses， 我諗咧睇 IG 咧，大家知啦，呢一首歌咧其實有個 dance challenge 嘅，咁陣間咧就要請兩位咧睇下邊位咧跳得比較好，而你哋兩個咧唔使擔心，都係有熱身嘅，請兩位咧示範，佢哋示範完咧就到你哋跳，好唔 OK？OK 啦喎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係啊，阿 Ada 呢個咧，我覺得係自創嘅呢個款式。時間夠了，好怕醜啊 Ada， 好啦，放開自己 ，OK， 喺度，好啦 ，Roses ready 了噃 ，5、6、7、8，哇 ，Roses 咧 ，Let's go。Moses， 你而家可唔可以講下你嘅興奮心情俾大家聽下咧？可以見到黃君興好開心，所以已經自動 high 咗啦，恭喜曬！好啦，我哋都送上禮物好唔好啊？一定係 Moses 有君興嘅簽名海報啦、小禮物啦，同埋佢已經咧急不及待啦，同黃君興咧自己攞呢一份禮物，哦，仲要君興幫你揸機添，好 ，Selfie。哇，重份量的禮物啦！記得6月8日入場咯 ，Moses。OK， 我覺得到時大家入場咧都可以跟住節奏啊！本來唔識跳都變到好似 Moses 咁啊，識跳啊 ！Moses 啊，一張嘅啫喎 ，Moses。我哋只腳踩影啊！不過實在咧係難掩呢個興奮嘅喺偶像前面。多謝曬 ，Thank you，Jasmine，Thank you，Anisha。好，我哋翻埋俾 Anna， Ada，sorry， 好，你一個合照，係 ，Moses， 可唔可以再次請你上台啊？好，一齊你一個合照，請企喺君興嘅左邊咧。Smile，Thank you， 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Moses。Thank you。好啦，我陣間都要同你合照啊，同埋 selfie 啊。嗱，咁啊送咗禮物俾 fans 啦。其實現場嘅朋友咧都有禮物，仲要係全宇宙啊第一班朋友接收到呢一份禮物。話說咧，頭先已經講咗啦，君興追夢，佢喺4年前開始自己做歌，跳唱咧呢一個嘅位置企得穩陣咗啦。但是不要忽略，其實他都是一個唱作型歌手來的，過去3首歌呢他都有份自己寫的，將他自己想表達的音樂、內容、主題跟大家講。所以今天呢，新城市廣場現場的所有朋友將會第一次聽到他的新歌，電台都未播的，所有 Digital Platform 都未上的，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首歌，是不是你都有份寫的呢？好開心咧，係同阿馮允謙啦，同埋阿天媽一齊寫咗首新歌，係我第一首嘅廣東話派台歌。因為我都知道大家都等緊我嘅廣東話好耐，跟住我都多謝大家咁有耐性，因為原來拍戲同埋唱歌廣東話係個 level 係要更加再去到下一個 level， 因為每一個中文字都有前中後音。咁你呢首歌我知道都係近呢幾日先錄完嘅。係啊，因為前排病咗啊，所以真係3日前先至啱啱錄完，新鮮滾熱辣都未出爐就，因為想同大家去分享咯。誠意可嘉，可唔可以邀請你俾大力啲掌聲接受全宇宙第一次首唱呢一首歌係叫做？首歌叫做 Fly Me To You， Thank you， Fly Me To You， 好温柔好聽啊，多謝曬，咁啊大
家記住咯，六月八號喺麥花臣場館咧就會有黃君卿嘅第一次個人音樂會啦。要做得個音樂會咧，的確要得到各方嘅支持嘅。所以現在咧，我哋想做一個祝酒儀式，係請主辦咧同埋贊助單位逐一喺台上邊進行嘅。咁啊，先有請咁多位嘉賓啊！有主辦的上品娛樂 Director 何啟文先生有請，跟住是上品娛樂 Director 梁永賢先生，上品娛樂的 Artist Management Manager 黃嘉瑩小姐有請，仲有聯合贊助 Casadonia 同埋 Intermissus Me 的 Area Manager Ada Chow，以及一眾的贊助商，包括有龍活集團的 Managing Director 余東瑤先生，還有天場設備 Director 博中先生，同埋迪新工程 Project Director 溫啟光先生，景豐建築 Project Manager 楊錦榮先生，同埋偉業國際有限公司的 Jill。當然不少得有我們的舞蹈總監 Sunny Chan，同埋音樂手作唱片公司 Music Director Celine Zhang。Celine， 多謝 Celine。不如我哋分兩排啊，人才仔仔喎，女孩子前面啦，不如好唔好啊？分兩排。仲有唔少得就係翠光起夢，我哋叱咤903嘅。好啦，我哋每人攞個香檳，準備 toasting。當然咧係做。君卿咧呢一個演唱會大賣，準備好了嗎 ？OK， 仲有邊個未有？仲有邊個未有？好，等等，人才仔仔真係好多謝台上嘅每一位協力，令到呢一件美滿嘅事可以完成啊 ！OK， 好，好啦，準備好了嗎？我哋一齊望住現場嘅朋友同埋。記者朋友、傳媒界的朋友，我們數三聲一起 cheers 啊！三、二、一 ，cheers！記住，聽日11點開始就可以在 KKTix 度買到飛，六月八號在麥花臣球場一起看這個的 Summer Party。我想留低君卿喺台上邊啊！再提一次大家啊 ，mark 低 schedule 六月八號，而聽朝早11點咧就可以喺 KKTix 嗰度買飛啦。我哋剩翻1000張飛啫，所以大家加油啊！加油啊！聽朝早11點啊！好啦，我唔捨得啊，同埋我哋又未 selfie 啊。OK， 唔好走住，唔好走住，我哋兩個女孩子傾下心事先。好得你開心，成為一個獨立歌手真係唔容易嘅，又要照顧家庭，因為老公喎，老公咁支持我係咪先？咁你亦都唔可以攜待佢噶嘛，係咪？咁而家個工作安排啊、心情啊、所有嘢係點樣咧？老公啊，老公下個月放假啊，跟住佢翻美加同屋企玩咯，跟住話好啊。咁啊，你開一陣玩得開心啲，跟住我就可以自己努力集中精神去排舞啊，因為最緊就都地獄式訓練啦，即係一個月我諗有25日都係要排舞嘅，係啦，即係30日入邊有25日要排舞啦。剩低嗰啲日子咧，我估你都係練唱歌啊，練唱係啦，總之就為咗呢個演唱會啦，係咪先？好，咁你要 mark 定佢喎。喂，咁你六月八號飛唔飛到翻嚟㗎？咁樣梗係啦，佢應該6月3、4就翻㗎啦。OK， 大家唔捨得你走，不如同大家玩多一個遊戲啊嘛。有請我哋嘅工作人員咧準備先。這個遊戲咧都關於頭先講嘅內容嘅。其實似搶答問題嘅。總之頭先有留意君卿嘅內容咧就可以㗎啦。咁我陣間咧先再揀台下嘅朋友啊嚇。OK。好啦，準備好了喎！我哋揀咩人上嚟玩遊戲好咧？
呢啲嘅內容啦。咦，咁老君可唔可以同你一齊慶祝啊？佢定係飛走咗啦？唔係啊，佢慶祝完成咗埋先走嘅。好啦，呢個咧都係主辦咧為君卿準備嘅生日蛋糕。首先咧，我都想你喺現場朋友面前許一個願，一個開口講嘅，一個唔講嘅。OK， 開口講嘅願望係。我祝每一位嚟睇我演唱会嘅朋友们都会有好多嘅 inspiration， 系攞到好多好多好好嘅能量去离开。哇，好心地啊！大家收到呢份能量啦，系咪？好，跟住合埋眼睛许自己另一个愿望。我哋咧就唔吹蜡烛，反而咧就系你手头上嘅呢一个鼓棍啊，放落去咧，哇哦，咁就震慑全场噶啦！好。我哋數三聲敲落去呢一個蛋糕，就旗開得勝噶啦！上面係 Happy Birthday and Good Show 啊！咦，呢個應該係你嚟嘅喎，係咪啊？同呢個 poster 一模一樣嘅喎。不過我覺得你真人梗係 fit 好多啦，呢度有少少肥啊佢。係啦，你中意啦，我哋旗開得勝，數三聲咯喎，大家 camera 準備好，三、二、一。最重要是 good show， thank you so much， 點都多謝曬現場的每一位朋友在度見證黃君卿咁重要的呢一個 moment， 多謝曬 ，thank you so much， 多謝曬。好啦，今次就真嘅啦，咁我哋陣間咧就翻後堂再做另一個訪問。Thank you， thank you。最後咧，要喺度隆重多謝沙田新城市廣場嘅，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